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假夫座，就是或者是半假夫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影，就是坐灯影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啊，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鼻孔当中的出三次勾气，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的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o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o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ompada Soha Gakanga gana, tsatsan zazanya, tachan zazana, tatan dad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aha saha cha. Gakanga gana, tsatsan zazanya, tachan zazana, tatan dad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aha saha cha. Gakanga gana, tsatsan zazanya, tachan zazana, tatan dad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aha saha cha. Om ye dama head the jababa, head and deken tatangato. Haya and deken zayo noroda, eoba dama hamana asoha. Om ye dama head the jababa, head and deken tatangato. Haya and deken zayo noroda.Eoba dama hamana asoha. Om ye dama head the jababa head and deken tatangato. Haya and deken zayo noroda. Eoba dama hamana a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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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狮子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消息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词叫对接成那边来嘛。前面本座叫老索兰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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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词叫对。继承那边来嘛，前面本座叫老索兰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念完的衣服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佛陀和众生呢都是称为我们这个积累资粮的佛田。今天讲这个教义啊，就是通过理证来这个成立，那么通过理证来成立的话，那就是真实宣说和迁出僧侣。首先是真实宣说，常勤生佛者圆满到彼岸。他这里就是说那个就是常勤圣，就是他这里圣是指的是这个众圣啊，就如果我们长期的恭敬众生这个佛陀的这种人啊，他呢就是能圆满的到达了这个轮回的这种彼岸，也就是说是到这个涅槃，就是获得涅槃的果位。那么这个是作者呢就是用这个例证来这个说明了。怎么样理解来说明呢？就是说是一切众生呢就是应该是我们就恭敬之处啊，就一切众生恭敬之处。因为呢
就恭敬一切众生和恭敬一切佛呢，就一切佛的这种人呢，就能圆满的，就是获得无上圆满成等觉的果位啊，就是得缘故。所以，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些六度四事啊，就是在中间的这个修持资粮，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呢，就是众生是不离开的。然后最后获得福果的时候呢，就是也不离开这个众生。甚至我们每天就是早上发心，中间呢就是为呢就是众生而做事情，最后呢就是做回向。做回向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善根就是为众生而回向的，并不是为自己而回向的。因此所谓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在菩提道路上呢，就是跟这个佛就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差别啊，就是产生那个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啊，最后呢就是圆满，就是就端正这个功德的佛陀。这个资粮的本体和资粮的过两个角度来讲呢，佛陀跟众生呢，应该就是说是没有这个差别的啊，就是没有这个差别的。那么这个具体的原因呢是这样的：修法所以远，由情当诸佛，今佛不仅种，其有次道矣。那么我们这个修成圆满就是波罗蜜多的话呢，就是必须啊让这个众生就是获得这个欢喜。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修行的所有的这个所缘，也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因缘呢，就是终身也是不可缺少的。然后这个佛陀呢，就是也是不可缺少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应该说是他们是这个相等的啊，就是相等的。龙目菩萨也是这样讲的，说是众生菩提因，若于成佛果，于种进入世啊，就一种进入世，就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众生就是菩提的因，我们要想获得佛果的话呢，那么你对众生呢，就是必须像自己的这个上师那样来恭敬啊，就是像上师那样这个恭敬，也就是说众生对我们的这个菩提道当中的这个利益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华严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说的，就是由于众生而起大悲，大悲呢就由于大悲就是生这个菩提啊，就是生菩提心而称正等觉啊，就称正等觉。所以呢依靠众生呢，就是可以就是生大悲心的。如果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啊，没有任何一个众生的话呢，那么我们对谁生这个大悲心呢、啊、就可怜的众生都没有了。可怜众生没有的话，那就是对这个佛和菩萨或者阿罗汉生悲心嘛，就是也不可能的这个事情。所以生悲心的这个来源呢，就是这个众生，没有悲心呢，菩提心不可能产生。菩提心没有的话呢，那么就任何一个佛啊，
就是他陈真的觉得唯一的这个金曲音呢就是没有的啊，就是这个没有的。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就是了知所谓的这个众生呢，就是真是我们在这个菩提道路上呢，就是不可这个缺少的。如果缺少了他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呢就是在这个修行的这个因缘是不具足的。就是我们在修法这个菩提的因方面，将众生和佛陀是完全是相等的。但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如果是恭敬佛陀而不恭敬这个众生呢，那就是怎么会是有真实的道理呢？就是绝对是没有任何理由了。因为实践当中呢就很多人刚才也讲了就是对恭敬信仰佛而对众生呢就是置之不理，就是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我们都是要希求这个菩提果，希求菩提果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众生呢对我们来讲是恩德非常大的。修行七要里面也是说了，于种修大恩。于种修大恩的这个意思呢，因为众生呢就是是我们的这个修行的来源也是一切这个就成就的这个来源，所以我们把它当作是就是自己的大恩人就是自己的这个父母自己的一些这个亲友来这个对待。其实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十大愿的当中呢，就是也有这个摄生众生的这种大愿。其实摄生众生的大愿里面呢，也讲了就是所有的众生呢，就是看作自己的父母啊，看作自己的师长啊，以及呢就是身为阿罗汉当当，以这样的这个对待。前出真人就是前出真人，非足之可当，有勇故运当，有情诸成佛故所生佛当。他这里呢有些人可能这样问就是这个佛陀跟众生呢就是怎么回事这个相等呢就不应该这个相等的。刚才不是前面讲了这个，如果对佛恭敬的话，那众生也恭敬；对这个这个众生不恭敬，佛恭敬，这个没有任何道理，就是应该同等的去恭敬。那这种说法有些人不接受，怎么不接受呢？他们认为是佛陀是圆满一切这个功德者，而这个众生的话呢，就是相续当中贪嗔痴慢等，就是具有一切这个束缚就具有一切束缚。那这样这两
严格，就完全是相等的话呢，就不可能的事情。有些人可能这样这个就提出问题的。那么提出问题的时候，作者呢就是对他进行回答，就是说是我们呢就是并不是说是这个智慧的这个功德当当，就是这方面呢就是众生与佛陀、啊、就完全是这个相等的。当然从那个就是过的有些这个功德方面的话呢，就是不相等的。这个是谁都会这个承认的。我们在这里这个所谓的这个相同呢，应该说是就是获得这个佛果啊，就是依靠这个众生和依靠佛陀呢，自己就是获得佛果方面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众生和佛的这个力量或者是作用，就是他这里相同的。有用故应当，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依靠众生呢，就是他有一种不共的力量作用呢，就是就是让这个圆满这个获得佛果，而依靠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也这个能得到这个功德啊。其实我们也自己可以想啊，现在我们的这个修行呢，如果真的在这个世界当中一个众生也没有的话呢，的的确确就是很多这个修法呢，就是没办法。你刚开始的时候发菩提心，我要今天修法，就我修法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你一切众生啊修法。所以如果众生全部都已经空完了，就是然后我观虚空吗？就不可能的这个事情了。所以呢，就刚开始修法的最后回想之间呢，就是众生是也是不离开的。但仅仅是看一个众生作为这个对境呢，然后就是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也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给我们就是开了就是真正的这个智慧啊，就是先说了这个真道。如果他没有先说的话呢，我们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的众生都是迷迷糊糊的，那怎么会这个就找到一个引导者呢？就是也不可能的。所以从这个就功用方面来讲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相当的啊，就是相当的。尤其主成佛啊，就尤其呢就是成为也是这个成佛的祝愿啊，就成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应该是说是这个佛陀跟那个这个众生呢，就是没有这个差别的啊，就是因为那个获得这个佛果呢，就是佛陀的这个恩德也是来的。那么众生有没有这一份的恩德呢？就是也是应该是有的。就像一个农民的话呢，就是其实这个农民他自己呢，就是没有这个种子的话，那就也不可能就是。但是有了种子呢，就是他需要就是寻找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良田，然后有了这个良田，就是有肥沃的土地的话呢，那么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个因缘，就是最后呢，就是他得出这个庄稼。因此呢，他这里也是这样讲的，就是一切有情呢也是成佛的这种因缘，佛陀也是成佛的因缘。因此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讲这个佛陀和那个众生呢，就是没有这个高下，就完全是这个平等一位。
怀子共有尽，银鼻尊鬼故，银佛佛德广，也银佛尊鬼。他这里呢就是下面就是分开，就是讲，就是刚才呢就是佛陀和众生呢这两个是这个从成佛得过的这个功德上面不相同的，但是从因的角度来讲应该是这个有一定的作用力量，就是因此相同的。下面呢就是将那个各自分开的这个功德，众生有众生的这个功德和他的尊贵性，佛有佛的这个功德和他的这个尊贵性，这个下面就是分开，就是叙述这两个。那么比如说我们就是持有这个怀有这个慈悲心，然后呢就是供养，就是一切这个有情呢，就是供养的时候呢就是安住在四无量心的这个境界当中啊，就是这个息无量心、四无量心、悲无量心，就是这样，就是安住在四无量心的境界呢，然后这个供养这个一切有情的话呢，就是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就是大的，因为以慈悲这个心啊供养这个其他的众生的这个功德呢，就是非常这个大的，就这就是众生的这个尊贵，就这就是众生的这个殊胜。就像《俱舍论》里面讲的，虽然不是圣者，但是病人啊、父母啊，还有这个最后有者，以及这个做法的上师面前做进行供养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功德呢，就是不可思议。就是《俱舍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因此呢，如果就不是圣者，这个所谓的父母和所谓的说法上师和一切这个病人啊，这些不是什么这个圣者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对他这个供养就有为什么有功德呢？正因为有些这个众生呢，就是这些众生呢应该说是非常这个殊胜的这个对境了，殊胜的这个对境。而且我们以这个慈悲心呢，就是不管是不是哪一个众生呢，就任何一个众生都是可以的啊，就是只要给众生呢就是就布施的话呢，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众生呢啊，凡是对他那个进行供养的话呢啊，那就有一定的这个功德，就是这一点就是没有任何这个疑问了啊。就是那个一切众生皆无量，发心功德亦无量啊，就佛子贤慧经当中也有这样的这个校正吧，就是因为众生的这个戒啊，就是无量无边的，因为这个众生无边的缘故呢，我们愿众生就是这样发的这个心的话呢，也是这个功德是这个无量的。如果这个功众生呢，就是他不是什么特殊的对境的话呢，那么我们对他作为这个对境呢，发心有什么？为什么有功德呢？就是不应该有的。所以从众生的角度，从众生的尊贵的角度来讲呢，啊，真的这个每一个众生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果这个他没有这个特点的，他没有这个特质的话呢，那么我们怎么会是这个获得这样的这个资粮？就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佛陀啊，就进行这个恭敬供养的话呢，那就是积累这个广大圆满的这个资粮啊，这也是佛陀的这个伟大，佛陀的这个尊贵啊。佛经当中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这个供养这个佛陀，供养佛陀的话呢，那么积增当中这个获得这个财富当当，就是圆满一切所愿。那么这个说明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的这个功德是也是不可思议，就是他的这个尊贵伟大呢，也是无法这个想象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功德的话呢，那么我们对这个佛陀进行恭敬供养呢，就是为什么有这个功德，就是不应该这个有的。但实际上呢，就是并不是这样的。佛陀在这个佛经当中，就是比如说《妙好莲华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如忍善暖心，来自意义化，供养月化相，简简无数佛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如果以这个就三乱的性，就是不要说这个有真正诚情的信心，就是以三乱的性呢，就是那这一朵花供养这个佛陀的画像面前的话呢，那么就是逐渐呢，就是让这个见到无数的这个佛陀而这个获得这个解脱的。那更何况说是我们以诚挚的这个信心呢，以清净的这个信心呢，向这个佛像做供养的功德，就这是这个无量无边的，就是无法这个言说的。因此呢，就是如果所谓的这个佛陀呢，就是不是特别的殊胜对境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供一朵花或者是合掌啊，有什么样的这个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这个功德呢？就是具有如是的这个功德的原因呢，就是佛陀的这个殊胜啊。
除修成佛果，学终身佛党，人生非当佛，无边功德海。那么他这里呢，从功德方面来讲，就是有些人呢，那这个佛陀和众生完完全全是相等的话，那就是不合理吧，就是有些人可能有这种想法。但我们对他可以这样回答，就是从中德来讲呢，成佛的因方面，就让我们成佛的因方面，众生和佛呢，就是有一定的相同的这个特点。但是各自的这个功德方面来讲呢，当然是这个不相同的啊，就是佛陀的这个功德跟众生的功德方面呢，就是不相同的。怎么不相同呢？他这里讲这个修行这个成佛的助缘方面讲啊，就修行助缘方面来讲呢，那么就是因为依靠众生呢也可以成佛，依靠这个佛陀呢就是也可以这个成佛的，所以呢就是完全是这个相等的啊，就是有些那个经典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是这个诸菩萨心大悲发起与己为一啊，就是诸菩萨心大悲发起与情为一。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这个菩萨心的时候呢，就心是菩萨当中啊，发大悲心的时候，所谓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唯一的依靠处，就是因为没有众生呢，刚才前面所讲的一样的，所有的这些修行呢，就是不能这个成功的。因此呢，就是既要这个依靠佛陀的这种威力加持，他的这个智慧，以及呢，就是他给我们这个宣说的这些光明的正道，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开导的话呢，那么就是满无边际的满无边际的这些轮回当中啊，就是迷迷茫茫的这些众生呢，就是怎么会自己让这个揭开自己解脱的正道，就是这是没办法的，所以必须要依靠这个佛陀的这个身教真量啊，就身教真量。而仅仅是依靠这个佛陀的真量呢也不行的，必须要依靠众生呢自相系当中的这种修行呢，就是逐渐就是得以这个精华。所以依靠这两种助缘呢就可以一个人呢就是在这个就是短暂或者是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呢，能圆满就是他的菩提正道，就是这一点呢，就是没有任何这个疑问的。因为只要是你有这个信心，只要你有这个耐心的话呢，那么终有一天呢，就是依靠这两个佛陀和众生呢，就是可以修成这个佛果，就这一点就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从功德方面讲的话呢，那就是佛陀跟那个众生呢，就是完全是不相通的，因为。功德的话呢，就是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所谓的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他有这个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等等，就是有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个好入这个眼海的这些功德啊，就是这些功德。那么这些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一般的我们的这个众生呢，将根本就是没有啊，就是不要说我们这个凡夫的众生，就是甚至身为阿罗汉的话呢，就是那这个佛陀的这些功德呢，就是根本是没有的啊。就佛陀在一些那个抛尸经当中都讲了这个许多这个佛的这个如海的这种智慧就是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舍利子呢，就是在佛陀的眷属当中呢，应该说是这个智慧第一的。那么智慧第一的这个佛陀的这个眷属当中的这个舍利子啊，整个圆满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就是那样的这个舍利子的话呢，那么就是佛陀的这个智慧的千万分之一呢，就是也不可去相比的啊，就相比的。所以呢，我们平时从实践的人当中来讲呢，应该说是这个舍利子是在这个佛教当中是智慧第一的，但是与佛的这个智慧相比较起来的话呢，那就也没办法的。
为福功德集，于集少分者，虽共三界物，有显不足不得足。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佛陀的这个功德，就是是这个非常这个殊胜的。那么所谓的这个佛陀呢，实际上是圆满一切过患，断除一切过患的，在世间当中都是唯一的这真实的量师佛，这就是这个佛陀的。那么佛陀的这个功德的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呢，如果一个人的这个身上居住啊，就比如说我的这个身上呢，就是如果这个佛陀的这个几万分、这个几万一分之一呢，就是在我的这个身上居住的话呢，那么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的这个财物呢，就是积聚在一起，对我这个进行供养的话呢，就是还显得不足，因为这个功德的这个威力就是太大了。所以说呢，我们真的这个有时候获得这个功德啊，就是浩瀚这个如海，就对他的部分呢，就是升起一个诚挚的信心的话呢，也有这个无量的这个功德。平时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应该就是多看一些佛经，就是佛经的这种教演跟其他的这个教演不相同的，在金刚经当中也是有啊，就是即使我们这个念诵或者是这个修行一个偈颂，或者说是四个偈颂以上的话呢，那么就是他的这个功德是如何如何，就是不可思议啊，就宣教了很多的这个功德。华严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倘若就是见闻佛，获得无量的灭除一切障啊，就是就是获得无量的灭除一切障。如果我们见到了这个佛像，或者是听闻到这个佛法的这些声音了，那么就是能获得圆满的这个功德，解除一切这个障碍。Om Bandhangara Banasadardha